会做的星座，但孩子可以毕业，夫妻不能毕业哦。我们要看一下他做的不做不对他们。你好俏皮哦，老师。第三名，双鱼座。哎，为什么呢，老师？双鱼座个性就是这样，我今天心情好，他什么都不答应，我都可以当个贵妇，跪下来的跪。 或者是我是男生，我可以为他做任何事，买包包什么都好，但我要心情好。我今天心情不好，你谁呀？你是哪位？对，凭什么？第二名呢？还没讲完呢，还没讲完呢，太快了，快了，就跪下来，重点讲到了，你很开心啊，开心起来，你们理解力有多差？ 我们播出是0.75倍速，我们错满45分钟。我们语速快一点，我们放0.75。那我们现在要赶快来看一下，我要自己。射手座，咪咪射手座，不 OK， 讲的都忘光光。好，下一张。没有，这白鱼要解释啊，小贺，老师要解释，射手座。 三个字，简单，咪咪就三个字，简单，别管我，别管我，别管我，我说的，我要承诺，我想什么时候承诺什么时候承诺，凭什么要规定我这时间点？你是这样的人吗？我其实蛮叛逆的，但是因为遇到摩羯座就完蛋了，被制约，被，因为被人家控制住了，被他控制住就变不像射手座，我想要做自己，所以你现在还没有做自己。 还没有吧？没有，都不然那已经人格分裂，一下来说老实话，亲我还亲到手汗流出来，怎么讲啊？这人格那个热吻，我被热吻，我想说，我怎么后来亲完，就热完以后三天停机啊？你看，因为他都冷掉了。你知道我那天看节目，我好想吐。 为什么要这么好 Q？ 我为什么要亲啊？可是你没有伸舌头吗？我还很乖的听你话。你伸舌头？我回家赶快漱口水。哎，你没有伸舌头了吗？好像很痛苦的那一集。好，我们看一下第一名。第一名是谁呢？在座的要做好，在座的事他要做好。 双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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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双
有时候重承诺这件事情也是要看人嘛，看人看事情。承诺根本不重要，对，日常才重要，对不对？双子是这样讲。如果你只注重承诺，是不是其他时间你要休息，你要放假？而且你自己要聪明一点啊，别人话你的信哦。在世界磨练你之前，我先来帮你的忙。对，对啊，所以就大家把不会承诺这件事情看轻松点，日常怎么样比较重要。